我给你买一件衫裤，来三百块。来要吃海边的大尾来，三百块都换大尾啊！我刚好给恁看，有啥物吃？三百块你买袂到。来三百块，刚才每个人都买两盒。有。一件三百，我够你烤炉，我要收起来。你要几盒块呢？这一件，哎，帅哥买两件，这一件恁绝对吃不饱。加持啊！再来。真的很漂亮，来三百块，最后剩无几个人家啊！来一盒三百而已，赶快，海边无看到，来再看一摆。嗯，好。欸，这我退冰水当当，我退冰的拢全部卖完啊！哦，真正做大买，来三百块还没有买到，赶快。买一克啊，买一克你一顿就吃完了，这真正不好吃，真甜。来三百块，够人无买到海边，大买海边的吧？来三百块。都有了哈，来大家要，我说真的，买一盒没关系，但是你真的会吃不饱哈，没关系啦哈，好嘞，百个五位，来海北沙巴宝贝，来沙巴安龙花鸟啊，等个杯啊，这也比较小份杯，哦谢谢，出鸡小鸟，好多，耶，好多，来鸡啊来，鸡啊来鸡啊，哎什么衣服啊？你讲什么衣服？啊！一百全家来，金人三三个人给来，两百块我来，四木一瓶，来大哥要来，来大哥要来，啊，还没有啦，杜威哥，哦，来真真的，来安乐宝啊，三个人给你，一瓶哦，对，哇，小姐你等我一下，一百够不啊？一百啊，没有了，哇，一百块我出，来五百就少三百，就一包的，嗯，还是一包便宜两包的，我来给他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。来蒜泥头哥，这只三位，这只不能吃三位哦，这只鸡啦、全鸡啦，会使拜拜就好吃。来蒜头哥，我先变变来，鳕鱼头刀来，拄阿买蒜头哥，你讲走啊？一只蒜泥，我一块下巴呢，就是这一块，就是这块八角油，对，脆对，真对，做红烧。来，我要吃，五百块块，蒜泥头哥，这种起价啦，我讲我不敢起，我变两样，有人要吃蒜泥头哥五百。我爸，我爸不让进去。都吃买蒜头都走嘞。走啊！走啊！我排讲，互你大家买就开始吧。来，三百，三百块，招一个人去吃鳕鱼头刀。同款加蒜泥中国，同款对针对圈来三百块，有人要吃蒜头刀无？哎呀，这边三百块已经。三万卡，拢无人要用钱。年终奖金拢还袂领着。我你公司较好，公司我讲我要买衫环保穿，咱公司就发红包。安尼哦。我是靠站啦，暗时爱靠站上班啦。来三百块，不是这间公司啊，是靠站。来三百，无啊无。伊个干呐，一座加油站。安尼哦。以前那一座还是自助式的。所以阮附近特蛮困呀。来三百块来，来三百块，有啥要吃帅头哥？这五百买无啊？哇，你看一下，无买着算你做歹势。这人还富贵想的嘛对啦。来三百块，招头一位，鳕鱼头。来三百块，真的好吃。Hello， 我大家试吃，来两百块啊！这我无可能去花你两百块来帅头哥，无人认钱哦。看无好啊？卖啊！好啊！两百五十箱啦。来小香肠好了，来阿鸡给他卖一卖，哦，阿德华鱿鱼卖一卖。鸡没有了，鸡剩下桌面的而已。只有在桌上而已喽。那你这样搞不？来，哎呦，龙虾好。对，出家。有啊。来，上面讲龙虾好哎，你们谁要？赶快。超甜的。波士顿龙虾好，金价低。我三箱，贵的，保利龙的箱拢便宜卖完，剩这两斤啊，三百五百了。安尼一斤，两一斤，比辛苦的肉较甜。真的好吃啊！你还没有买，你没有看到买这个，你五万美金到货不？你这两天，一克要半斤两克，来三百块，姐妹来三百块，成交了，我最后两盒不是一盒三百，是两盒都可以。锅是炖龙虾，超甜的，收下去了吗？好，收起来，来回去更加美味。这个最香，最香哦！来五个客人，来花枝手卷没有了，过年一定要吃这个。花枝手卷，来，我要吃第一根跟你们。八条一百块，甲你整较好，整较好。你家两个整家钱，来一百块，我九条、十条、十一条、十二条，你整一百块花枝手卷，只有五位客人，你忙工作，你慢慢啊认买对呢。十三条、十四条、十五条，你整来一百块来，花枝手卷超好吃的花枝手卷，来一百块。Hello， 一百块短两个金钱啊。
十六条，十七条，十八条，一个搞起二十条，等于整等于钱，等于四百块来，七百块来，五个而已，赶快拿钱来，一百块。四个。最后一个花枝手卷，真正好食，我袂你想，不是蛮食的，真正做好食，花枝手卷。最后一个客人一百块，谢谢五个客人，来弄好运。来小香肠，刚才谁买的小香肠？已经帮你们包好了。来来，给帮你包了，阿姨来。来了，谢谢。来，还要吃鸡，这个话题。有啥？一个五，好吧。我有鱼，你多。对，鸭香。还想要个来四个客人，来两百块来，扣我鱿鱼，来冷霸过来，这个时候还有这个东西可以买，来来扣我鱿鱼冷霸，免五个人给，一半拢给恁啊，不了嘛是要教给恁的，不用五个，来四个客人，最后两个了，来扣我鱿鱼，各人无要着嘛，来冷霸过来，回来包鱼啊，五个位，五个位，你爱家切的嘿吼，五个位，五个位，来，哎，三百块。啊，不是两百块啦，还有扣啊鱿鱼，来四个都有了。那你包一个，然后捶捶哦，包一个。来，我们吃鸡来。这次是人参炖土鸡。来，宝宝，我要加蒜头给你。哦，今天有蒜头给你。啊，拍摄您是要存两只？你要吃的两只八百块，一只三百，两只七百了。好啊，三个人给你。这是全鸡，超好吃的。零星鸡给他吃粥粮啊，啊，昨天这种粥是蒜头鸡啊，真的，它的汤头很清甜。哦，真正做甜点的这只鸡，来两只八百，其他五七百，妹妹。我们吃鸡吧，全鸡哦，这个可以拜拜喽。你们七百，来了，来五百块，两只拢掉下来，五百块，两只哦，不是一只哦，来五百块来。无人多啊，鸡啊卖无卖啊俗的，一只三五个啦，靠呀，两只七。我存进六只鸡，我搁你阿对，我大贴钱。来，一人一只三百，来你阿我来。来要吃鸡，鸡全鸡哦，三百块是买不到这一只鸡哦，来两百五都要来啊、哦。我们要收钱了。要这样吗？以后我要跟人买什么鸡啊，色的呢？不是钱。来两百五，搁一只。他要吃人参鸡，最后一只，来你阿我。哎呀，你要吃哪？要吃几块的？你要蒜头来，紧嘞紧嘞。啊，是要吃蒜头的，来，伊阿给我请了钱啊，阿买再零钱咩？两只好不好？今天啊，我鸡啊无够卖，伊阿给我只要卖三个的。你买几只就好啊。好，买几只，不要紧，两块三块，来，来，伊阿我拢玩哦。我有两只小个，有一只小个，你都有。来，来鸡肉跟鸡跟先买一条，一条七十块，去年哦一条六十命，今年大行起价，因为这人人长做鱼较。做鱼啦，做鱼较做好呢，做鱼较做好呢，真正手工做的，一条七十块，做胖做好食。老要食的，唔免开三百，来两百块，一斤真正的七片做好食。来两百块，招一个要来，一斤两百，先买一下吧。两百块都招咩？招咩？四条哩。来一斤两百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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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要？这条够请你，两百块。好多啊，他都要买一斤，够两条。大呢，因为我阿个坑位，他多买就薄啊，薄条啊，两，不贵啦，给真正好吃，来两百块六条，你讲一斤两百块来，有没有吃起卷的？来两百块都要来啊，那来阿姨妹来，给你，这免考虑啊，这两百块是要跟人买什么一斤的来对面呢？来两百块来一斤来两百块来。今年过年没有做了，做不出来，我硬叫人做的，来两百块一斤弄做咩了哈？我们金牌的人继续来，一件，你要再较早来，无地方就无。来，鱿鱼切片来了，来花枝卷先我拎来，花枝手卷，来花枝手卷，来个几条上麦来，龙虾好，来烤花鱿鱼嘛好啊，啊过来要花呢，会啊，会啊好，会啊过来，来烤花鱿鱼四个客人来这边。来烤花鱿鱼，来大哥来，好，开始啊！莫站莫站，得来。皮啊，鲜花。六个人客，要吃开三百免啊！今仔虾啊已经到尾声，剩下伊十个人客尔，有要吃的两百块完了，不用三百了。来要吃虾子的来，买两百块就好了，赶快赶快。要吃虾啊，一人开两百块完，得，紧点啊！你虾话。
来，哎，紧嘞，虾啊，200几个咩啊？好啦，我卖卖六个啊，这罐拢给恁五个得。两个。我箱子快卖完了嘞。两个啊，那边两对两个买对，再买一份会不会太多？你要回呗。不，别结婚得了。来，拍摄哈，这罐免五个啊，规起四个客人吃，拢给恁几个人得。准备给几分？感谢。我给你敲背，我后边个包你呢？这盘就是四个人给呢，哎，这盘就是包四个。拿钱给我。来两百，安尼弄嘛？安尼几个呗？来五个。五个。六个。小青龙片，就我。六个，六个。来虾子六个。好，来，鱿鱼千八来啊。啊，鲍鱼来，哎，这其实这个金未完啊。都有一箱是人冤枉的，没来客啊，说好明天大家要来啊，靠呀，我老爹要中央的，这团队就不完，抢了呀，一包330，一公斤，一公斤，这花了绝对了钱，这了公司的，了工厂的，因为做代金你给我做公斤啦，公斤的了事的，公斤，公斤300几块的，你以为1800哦，啊你半色啊，啊你等下要炒，哦，你煮汤煮火锅。青菜你煮得足甜，老要吃的来，唔免500，唔免400，来300块我卖一包得，一公斤来300块，我都无买着，足歹势哈，差不多啊，一包卖你300，一包万卖多少钱哩？来300块得，来这样换两包得，青菜煮得好吃，来300块，不是一包哦，是两包给你哦，鱿鱼卡1800来300块得，鱿鱼煮青肉，切片青肉，你最爱这些了。最后三位了，赶快！这个不可能是一包300块了，两包还卖你300块了，一包卖300，两包嘛卖300。来，最后两个人给给你，来300块来，最后一个人给优惠1800无啊？来3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没有了。这边拢听到我的工商委款哦，来300块存几分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，拢无啊？小家庭注意这边一下，小家庭。这一包真的要卖300，那是真正纯两包货啊，钱几码紧的，这样每一包来我那300了，耶、yeah ！卖三瓶你就吃完了。那个是什么？鱿鱼青肉来8哦，这样一包货啊，150。你要一包两包？两包300了。对啊，你要就赶快，没有了，最后两包了。好，来鲍鱼来，桌上我们鲍鱼，来小姐哦，鲍鱼专播吗？没有了。小姐，全部敢会收起？好安尼哦，来，免500，免400，来300块啊！这几点未哦？等你贴边界切切倒啊！来300块，应该是三个人给你，咱无啊，咱无包鱼啊，4点啦，来5点啦，来6点包鱼，关老你满意来，6颗300块，来最后一个客人包鱼，来300块来6点，来无买着的200块存一个人给你，200块，因为只减2点，唔知超水，来200块最后一个包鱼无啊？来200块，还袂买着包鱼，200块。龙华，来来，大哥，大哥别来，超紧张。来，二黄鱼啊，别别，好啦，无啦，唔知要食哪位啊？恁老师来，贵下巴来了。来，有没有吃下巴的？来，500块来，两包西亚红，两包一公斤啊，南美西亚红啊，贵下巴有需吗？来，五个人去，我嘛，拄食买500的人去，应该是走啊啦吼。我买个花500，买个我恁开400，来300块来这样，给两包一公斤等于整，等于行等于猪皮所多加，来300对。鲑鱼下巴有没有吃下巴的？来300块，三八，九姐不要把鲑鱼下巴。下巴过年买不到呢，而且没有这么便宜的下巴呢，可能行几百八五啊，行几百，行几包300块呀。不然要金钱啊，鲑鱼下巴有没有吃啊？拄只买已经对啊吼，这2345个人客，来200块来。我算你啊。我爱花300，200块给等于整，给等于行。来200块归一下吧。你看一下小猪干杯。我没有卖200块的下巴，不用看了。来200块来，弄装备了哈，鲑鱼下巴有了哈，那我要收起来了，谢谢。干杯有人点，还有干杯酥有人点。来下巴200不要卖给钱哦，谢谢。来干杯酥把上岗了。来干贝酥只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客人，有7个客人，可以不？8个客人可以哦，给他7个得了。
来要吃干贵，所以200块真真气鲜。这个炸这个哈、哦，摆在桌面上哦，做过年气氛。一年菜你要煮像年夜饭的时候，干煮十粒饭，煮二十粒饭，等于吼还要看，做好吃，做好看。来免200，来700块，这人欠10粒、12粒、13粒、14粒、15粒，无来700块来。只有7个客人，赶快拿钱。100块，20粒给你好了。来100块，来干贵收费700块。哎、欸，我一桶的干贵收拢卖完啊，剩这2盒啊，尔无啊。来，只有7个客人哦，来100块来，干杯收100块，多三个。这是时间无早啊，无我要卖你100块，三个尔了。来1000了。安尼我卖七个，更卖得到。大哥，你也卖遐？哦，你要着急。乖哥，你较侪人七个搞买我条，一个25粒无恁来100块来，100块。你加买少嘛 ，OK。但是等下我无这25粒糖，卖你100块啊，一粒剩无5块，干那过分都无够干。不好吃嘞，咁是歹吃。来七百，最后三个人，干杯输。还有没有买的？赶快100块而已，过来啦哈。100块，来25粒包吃的啦。来，我要吃煎饼果，还有煎饼糕。来200块，两个人加买嘞，多吃，超好吃的哦。今日百人买，今日百来买买无？诶，我唔知个有。都被他被抹来200块，听说 A 了麻油鸡米的200块，先找价点吧，价哦，36，不啊，你要讲总比不接啊，来四个人给两包，来700块来，我你请价100块来，我没有卖100，我超干卖700块没有你卖呢，我这2包是2包呢，比个作贵耶，兄弟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是无要贵你，要几包？100你会吃不够，真的。麻油鸡米糕。这个哎，变成八啦哦，不要那么奢嘛，几乎一样。来准备200块，真正好吃。有吃过呀，手。好吃吧？好吃，就看我存4包俩，唔免我留的好啦，阿虎啊，好你啊啦，阿虎啊，阿虎啊，人无呀，阿虎啊，你有哪件哦？叫海底啊。叫你海底。来干杯来。来台湾备注。要收，今天够炸多哦，多一堆人，我也站起来，别炸都没有完哦。刚才拿起来卖，早就卖完了，1包500克，2包1公斤。什么猪？对叉、对煎、对猪灰哥，青菜猪、猪脖跳墙的南瓜类，哦，猪海鲜跟的南瓜类，2包最后边500克完。来，备注，哎、欸，备湾小贼，那个海湾备注，小干备烤鸭。然后准备做干贝得啊！你是来500块，来要吃干贝无？来500块。这小干贝就好了。这小干贝不便宜嘞。来500块，来500块，500，500，不让你吃哦，无你两个人给买买。来500块得，来招姐妹来小干贝，来500，银钱，500块来，都爱来。你见没？怎么碎碎去收钱？免准备做事。不看，掉出去。好，我哥上一包庆祝你教主席，好不好？大，哎，等下再合照一张啊！好啊，我破起来，我的粉丝专业，无马赛克呀！哎，来500块，大老板点哦！我今天我这个拿起来卖500块，我是要撩钱哦！有人在那干杯，拢买1000的哦，每领500块被撩撩的哇！好，给照没啊？照完哦。随便你，1000块买无2公斤4包，来给等于蒸，给等于炒，给等于煮，来500块都500块来，你是咧创啥货啊？4包2公斤500块诶，炒菜啊，煮汤啊，都买。对啊，是咧啊，你才过来煮诶，对了钱了公司了我诶，我无爱安尼卖啊。几包哦？你等于该省啊！我唔知几包啊，我可能安尼卖啦。来500了，小干贝来500块来，无可能安尼卖哩，你收来啊哈！谢谢。来最后两个人给，来500块，这3包500就作秀啊，加4包加500哦，不要恁怀疑，来500块有啊哈！来谢谢，你了钱啊，免去看，来500拢啊哈！感谢你，看咩看咩，好咧，大家咩？小美啊，你告诉我包两杯冰的啊！来，虾子谁买的？虾子。虾子来，黄鱼的画画来，黄鱼。我这边一个而已。你不要回，我这边有。白石和炖排骨。要炖排骨来，黄鱼来，来啊！帝王蟹棒缩写好，来200块来。蟹棒被价200块，帝王蟹棒。
一只30块，来2只40，5只给你，6只给你，那咱们吃帝王蟹饭。好了好了。好了，来无八斤，啊无十斤，一个人免三十，加点三百两百了。这五斤个三米，新年快乐！来一个人15斤，来200块，帝王蟹棒，真的啦，这个不可能这样卖你，来两百块这样解脱啊！来五斤，来五斤，来八斤，来十斤，好啊！那你好啊，阿叻，这个140，135啦，不过我无空找你啊，100。来要吃油条排骨，来一鼎200，多吃哦。你要炖排骨，这是吼，伊饮料无明的，他带早就卖完了。他带的人客拢要买年货尔，无可能一包啊。干杯来500。哇，一包早就卖伊啊！来有要吃，进2鼎500，2鼎做一杯来300块，300块来，谁要吃？要炖排骨的动作快点，没500，来300块来，少钱但钱，真正好吃啊！油条排骨。暗时啊，天热冷哦，你甲煮一领来啉汤，就赞啊！内底够油头，排骨汤吃，来300块了。哎，恁两个物件无买济哦，无买着，明仔载再过来。本来明仔载过来，你今仔无买着年货啊，想我来，迄好朋友拢遐我来，你误会啦，我都真咧在乱，我实在无话顾恁事咧。好，拜拜哈，新年快乐哈！来300块，无人要银钱哦，油头排骨你是动作做少面啦。啊，纠结蛋请沙发，大哥你要什么要跟我讲？你们晚一点来的客人哦，没有买到什么东西，问我一下，五万都可以给我。我已经。沙发没人要蛋请的对啊，都吃没有，头发骨照没？来200块来。200啊。一点就200，两点拢好，来200块来，要炖排骨，纠结人给您请，有头发骨去，这冬天才有呢。夏天是没有这个东西呢，这一锅就不止200了嘞。来两锅都给你，来要炖排骨200块，不是一锅哦，是两锅哦，拿回去。要不要？这边200万，能这边200，1200公克嘞，大包啊，你先包嘞，来200，拢有啊哈。啊，多少人去抢的时阵就爱去开卖啦，今摆你看拢冷去啊，你看。冷啊！温度拢冷去，才带小火。A 量虾饼哦，来 A 量虾饼200块存起来，人见无啊？来虾饼，来肉来，来虾肉，来，那个来 O N G 来，来阿修一盘来，来虾子还有哦，来 O N G 我就不介绍了，吃好吃哈、哦，你不要来找我，过人过你请来吹我，你拿过你啊，别 O N G 来全金金，哦这 O N G 哈，伊起来好乖，我帮你拍广告的啦。这无太钱嘛，袂安怎啦？了钱嘛，袂安怎？啊，不过你来吃好吃，吃下就是吹。5:30。这一边还有4.6左右啦，我无欠单，啊，我乌白白。那4.6的啊，超过600一边，两边就是1200。来，我要吃，我两边做一杯，你若无搞，要4边，要6边拢 OK。来，一个人2边哦，你来1200得。来1000，4个人给你，来1500我得，真的很好吃。真的好吃，我们每年过年我们自己吃也是拿我们这一间的，大家拢吃下来哈，连阮特爱阿姐都吃下，那么我记得有特爱吃，阿弟阿奶我好吃，我话就要请你了，来1000个，不啊哈，这半斤呢1000块买袂到，1斤2000是呢，大哥你要不要？你要哈，我再打个折，但是这个 OG 不可能这样再打折，1000块很便宜的，来高阿哦，来高阿我的，能比哦，来900块来，要吃还较紧的，这无分900块啦，来高，1000无买，买你900爱个可乐哦，来小姐要来，真的好吃，来900块来，来前面小姐要来，900块而已，都有人要吃 OG， 好你有拜拿，哎别，已经 OG 现在这个好吃噶，来龙华哈，来消费牌来。来回几碗，那不的来。来，要吃蟹盘的来200块完了，这一盒110，2盒200。哎，老干贝数好了，等我一下。来200块来，3K2的，300了。好好好，要我换200。来200了，赶快拿3K2的，来进来都成都威哥了。蟹盘200块来，200块。我们刚有卖一回了。哎，够一箱的，够人要蟹尾盘吧？那无我就无爱吹啊，哦，累了。来回几碗来，卡拉鸡腿跑个几番我来。什么东西？OG两盒。
高八高八，哎、欸，不是几千啊？我卖900，真的是，跟钱卖的，真的很好吃。大哥，你去用炒，拜拜，谢谢。差不多啦。不过其实这个不能换啦，因为我卖900而已啦。哎，来，差不多啦。来，回去啊，200过来，来200块啦，回去啊，200。两百，我那边千二，我就给你垫啊！我是高八高个，你垫头家面，我不爱。来200过来，来花猪啊，200块，来回叫俺200个，人要吃回叫俺不？来200块，最后一道回叫俺啊！你唔免等啊，等下你个买，我嘛不回叫俺，难买你。来，刚才买到花猪啊的，你已经离开了吗？来200过来，谢谢你们哈，新年快乐啊！蒸蒸季节，这回叫俺吃只胖的，一人35好抓，你个好吃，过来搞呗。一碗就是200，五个人给你，来100块完了。100块，我没有卖100块的花枝，不用等，我是要收啊。来100块。这时间到100块，无你等住。100块我恁买了，但是拢直接卖几包的。来金钱哦，来100块俩，来最后的花枝啊，来100块，好来咯咯。我要给你来听。来干杯输啦。呀。哎。谁没买到？姐姐没买到，姐姐太谁？来1000块钱。你不能收钱呢？千哎。你不玩啦？姐姐太谁？嘿，你不用吃物件，我太谁给你叫你。来，这个干杯。你被拖到啦，我拖到这边咯。拿2份，拿2份。我等你把收完，我会去加。客人了，来吃我无咖啡啊，我无钱啊，咖啡。来，下面盘多少钱？来，刚才没有买到的，找到了，一盒110，那些大卖场的可以订了，一模一样的，只是它有打骂图，我们这个是原包装，冷贴啊，一样来200货完。缺盘，来，刚才没有买到的，快点，来这一盘再带回来，三盒给你，来200块就好了。蟹味盘200弄完哦，来谢谢来，也要不花最后一道了，来五个人给，来开300，来200过来，开白来200块，谁没有买到虾子的快一点，来200块给我来，小姐你要几份？一份够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一盘是最后的虾子，也不用5个，也不用4个，这一盘3个客人吃就好了，2份，来大哥未来3个人给你，来2份，2份，来今晚拢给3个人给包包的来。三个字，那以前我不出来。阿边阿弄我，阿卡拉基的黄宇伟最后到了，那个黄宇，黄宇表示他已经累了。野生黄宇还好啊，等于达成这行修，人家要加能加300块，两只就300多块了。哦，来我这还没1800，来500块完。来黄宇，谁要吃黄宇的？来500块。最后一道看黄鱼啊，吃完你就要吃饼，我就甲饼饼你来500块来，四只就600了，要买500，要买什么黄鱼？来500块，有人要吃黄鱼，来500块。Hello， 有人想吃黄鱼的吗？真的嘞，时间不等了，好好休息了你。来500给你，其他500你500。杀好了，不用杀了，来500块，只有4个客人拿得到黄鱼，没有了。好了，那就倒起来喽。来，上面假黄鱼给我爸来，我给上几杯哦，你看。冒着用金的风险，你来那卖了不会？来，我爸说有人要黄鱼。妈妈要帮带。真的没有人要黄鱼。好，谢谢。1 2 3 ，and 1 2 3 4。来。我你吃一个半千块，一千块买个只黄鱼，来旁边500块呢。黄鱼，多少了哈？有了啦，我小的黄鱼，来500块最后一箱了。黄鱼，来500块，有没有吃黄鱼的？多少了哈？这鱼应该大多人要装包了，红包包了。好了，谢谢。来，单杯输我了。来，5个客人，4个客人买，请交加。刚才没有买到的100块给我了，几百块干杯输。一百块本来要吃干杯汤，八粒一万，我九粒，我十粒，我十二粒无哩，一百块，十三粒，十四粒，十五粒无哩，来干杯汤一百块，真正好吃，来今日请我来，十五粒、十六粒好啦，十七粒、十八粒、十九粒，规矩二十、二十粒，等于真正进行，
哦，一百块得一百块来，二十就给你。来，我做广告最后一次哦。广告最后一次哦。跟你们讲一下，我们这里是哪里哦？我们这里是新达港。来，一百块来，一二三只有四位哦。那如果你要明天要来现场的话，你明天要来现场不知道怎么过来的话，你来打开手机的 Google 地图，打开手机的 Google 地图，打这六个字，打这六个字。新达港王中华，新达港王中华，打进去，位置就出来了。那你再跟着 Google 地图走，就到现场了。来一个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。来，偶然两百块来，我偶然今天去人人咧讨咧，来两百，来两百，来一百块来啦，免两百啦，我免费去啦。我要玩真真季节拜拜周家，知道了，明天要过来的，知道怎么走了哈。好啊啦，我无咧白，我无咧白一百，两天百五的啦，三天两百，两天一百多，一百块来，来偶然一百块周家，我来玩做胖的好不好？我偶然可以穿牛皮牛皮啊那边。嘿呀，我玩的比你是咧，来一百块来，来还是其实还是双胞胎，大家晚安，双胞胎做大家晚安，来一百块来，一百块我玩拢去听哦，我玩无啊，好谢谢你们，来卡拉鸡腿堡两包寄过来，这两包唔是咧，两包鸡米花咧，来我发花这两包三杯酱，不贵啦，鸡米花哦，来两包拢我哩两公斤，我发。来了，这样没吃饱了，存几两包呢？想想还没。乌日还要问哦，一包一样哦。乌日火车站啊。我们讲鸡米花，两包五百，两包四百，三百，姐妹了。乌日火车站 ，Google 一下乌日火车站就好了。可以了，就下去了。两包三百还管，很方便。哦，来，谢谢。乌日火车站根本不用广告。存几两包。来乐狗稍微加一包两百八，等待我还要教你乌日火车站怎么走。来一百块来，一百块乐狗要加一百哦。乐狗我无咧卖一百啦，快乐嘛无咧卖，来一百块拢完哈。好了，你们要什么？来咸鱼吧，三百，那都咸鱼吧。来三百块。我够卖就来拢无用，几粒卖？三百块，四条都给你，一条不到八十块了。真的好吃，这间做成鸡肉超好吃。来啊，阿爸碗一斤八啦，这一包多少？一斤、两斤、三斤，来三百块。阿爸碗无啊，最后两个人给无啊？稍微吃阿爸碗的鱼啊，我来两百块。来，大哥要几位？乌日火车站应该来阿爸碗，最后几个人给无？乌日火车站应该很好找吧？姑姑会去吗？我不知道。来葱抓饼，那么明天谁会去？我不知道。我的葱抓饼真的超好吃的。又厚又大片，一包一点五公斤，等于大概十袋，等于一袋百五公斤，你看百五公斤多少？百，就好吃。来两百块卖一包，百来一百块卖咩？来，剩两包两中抓饼，有人要吃不？最后两包了，一包没了，没了，没了哦。一包卖一百。来红龙鸡块来了，烤鸭比红龙鸡块都冲劲，怕怕样子。来一包鸡块225，一公斤哦。一公斤225，我来两包450，谁要吃红龙鸡块？拍价免钱，红龙鸡块拍价鸡块立坑的盖牌，金价多少价？来两包准备西亚国。乌鲁要坐台铁还高铁？他多少杯鸡块？照没？四包两包立铁都给真真进行。小朋友囡仔拢做爱吃鸡块，来三包。先坐高铁，两包都给你哦，两公斤哦。先坐高铁，再坐台铁。坐下去。坐高铁到乌鲁鸡块站。来万来猪脚剩下两只，有谁要吃？来650，整只的哦，600块。我们讲万来地卡宝，六百，六百万来地卡一支600，不要价，我五五百，剩两支呢，真正做大支的，而且地卡无可能安尼卖，来400万了。大概两支拢卖卖好啊，700了 ，OK 哦。水啊，欢喜就好啦。嗯减几百，减几百，减两百来，我吸。我其实买鱼先低啦，我拿你台钱，你做人爽啲。哇，睇成我两万多人照伊啊，多哎，后抓后抓，你较早来，我先照伊。系啦，有啦，这个阿 Sir 去捡钱。好200啊，这个大哥，你个啊大嫂给300来。你300哦，我。再300，你是不是还要200给我，对不对？对，啊，你再100给我。你给他剩熊背啊，哦，剩你
你买上侪物件。哦，完事哎。没啦，你再一百给我就对了，这里两百啦。阿板加肉而已，几高说？阿找细胞，大哥，麻烦找细胞你就对了，找细胞完了。那你是不是八百啊？对啦吼，来，来找大哥。大哥，两支猪脚你先看的，一只两支几百，你敢知？我改加收完嘞，加收一百了没有？来这边，安尼敢好？你们无介欢喜？我无介欢喜啊！我无介欢喜，我乌白白啊！我紧啦，青菜，对，来，安尼就对啊！阿志，好啦，钱搁寄出来。好啦，来，春节物件你有介啥？来，干杯抒发一下。干杯说好啊，你来，干杯说三杯，来，四个客人，来，只有四个客人，谢谢你。来，干杯抒来，还有一个是，好来，很多，你们两位，来谢啊，谢谢啊，来。好啦，这鱼仔甲画画好啊，啊无我这鱼仔吼放下，你若唔点几条，我卖来一千块。他们食鱼仔一千块。我了要食鱼仔。无吼，你有买三斤甲我讲无？阿妈天气会作冷呢。看恁要我先对，还是恁要先对？我会惊寒的。来，恁要爱啥甲我讲，乖，恁要啥甲我讲。来，陈画画啦，你上票滚啦。来四个客人，一个人15条给你。我还没见过呢，两百块啊，小香肠，你晓得来无？啊，我准备包安全的。我改讲啦，上济哦，三个人加买对，15条，200，来100多啦，100块啦，小香肠买100块啦。真真行行叉叉，真正好食。来100块。他哪家会到吗？会哦。不是7条一包呢？可是。15条一包呢？你可能骑到一半，你就想要回去了。来，几百块来，回来要给你钱哦，好，谢谢。啊，你可别小气啊，哈，啊，无你来搞公民买爱心，我较袂安，啊无安尼徛落，决定。好，谢谢你们，啊啦，你们看无物件，明仔载较早来，我的物件足青草的啦，吼，啊，你进来看无物件，这个反应是正常的。感谢您哈，嘿，明仔载同款，啊，后礼拜六礼拜吼，啊，就过来就过年啊，啊无过一个拜四，哦，或者说初几。你讲啥？过年前吧。对啊，那个星期是2月7号。8号。8号。嗯。啊，公司要派谁来？快一天英文。有啊，阿辉也要来。啊，快一天英文。无，因为迄天来吼有大呢。哈哈哈！你这可怜啊！无啦，我啦凊彩啦，恁两个快一点啦。啊，快一天英文无啦。反两个好朋友，谢谢啦。恁想我来啊，无？真的东西很多，那我告诉你，做点明天，谢谢啊，明仔载个来哦。啊，起码三人组呀，袂使啊，你会收钱啊，袂当当人倒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那个四点之前，4点之前是有有正高有庆辉，大家谢谢哈，谢谢，拜拜。因为他们四点以后就回家，以后就没有人带，就变这样子，正常的。明天还会出现。对啊，他明天还会来。他今天没有买什么啊？他今天买不够。原来因为在妈妈来，他今天大概只有买一半而已，他今天只有买一半而已。好。哦，准备倒数计时哦，5、4，收播了，3、2、1，拜拜，明天早上见，拜拜。